后，就反正这一次就是你把所有的都打出来，就是以后每一周咱打出来一次，就附到后面，附到蓝表然后咱心里有数，打出来，可以点。啊，把一个星期把一个数字打出来，就是你的那个表格嘛，每星期三天，行，因为我没时间算了，对，我发给你也行，不是打出来好一点，可以看一下，